如果有这种这个发展长寿的这种心态，咬牙顶的，这个肯定是会有人做的。这个对消费者来说实际上是个好的信息，好的是跟这样的企业打交道容易放心，是吧？对呀，至少你看这么多大楼坐在那儿值这么多钱，对，这个出了问题要投诉或者要打官司至少拿得到钱呢。他们还说呢，一说大连万达就想起小沈阳，是因为什么呢？错了，错了啊！是因为他们最早在沈阳做的时候做砸了啊！哎，你还了解了？对对对，有过这样的事儿吧？有啊，那是哪年啊？沈阳是我们这个记忆深刻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在全国现在做了差不多有40多个这个万达广场，开业绩20来个，这个唯一的失败的经历就是在沈阳。就是这个当年这个当时还差钱呢，是吧？当时钱也不太厚，对，不太厚。这个对，就像你说，当时钱也差一点，尤其差的是对这个商业这种理解规律的理解。对，凭想象请了一个外国规划师王华设计了这个那个楼，设计出来10几万平米，我们就按他这个就盖上，就一盖完以后坏了。就卖，还其中卖了一小部分给老百姓，卖完以后呢，这个老百姓经营的这个商铺啊，全都这个不赚钱。就是怎么弄都不赚钱，打广告也不行，换经营商也不行，我们贴租金也不行，加这么改造，用了5、6种招法，它都不行。是位置不对还是怎？是因为什么？位置是极好，在沈阳市的步行街，商业步行街上。这就奇了怪了。哎，不，他说穿了，我们现在总结到了啊，就是我们现在用一句话说叫“胎带的毛病”，羊胎带的毛病治不了的，就是设计的先天失误，不合理啊，对，不合理，所以怎么弄都不行。他肯定叫闹事啊，打了120多场官司，跟老百姓打官司，但从法律的裁决啊。中院高院都判决说是我们胜诉，因为我是卖房子的嘛，对，你买了经营不好自己负责，有完整的合同是吧？对，有完整合同又怎么的，虽然官司都胜诉了，打了最高院，曾经还有个别打这个再审，打这三审打了最高院，但是这个后来我们觉得，第一我们是辽宁企业，这个再加上呢这个看到这个300多个老百姓，这个很多我们一了解确实留着也很惨，不容易，有很多是借的钱，高利贷，对，还有的是全家的什么钱凑的，亲戚朋友凑在一起，拿不到回报你没法还给别人，麻烦了。所以后来我们，想来想去，2006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开了中国房地产的空前，不敢说绝后吧，至少空前的一个记录，决定所有老百姓买这个房子，连本带息，就是加50%，原来买了6亿，花了9亿多。全部给老百姓退了。这个所以想想，当时官司也赢了，如果那些钱不退啊，今天算来可能损失更大。可能损失更大。这些年我也总结了20年，为什么万达这个始终在高速的发展，而且现在发展得很好，这个利润也比较高，规模也比较大，而且员工呢也稳定，也走了很少。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我在2、3年前就有人请我去讲这个发展的原因，我就总结8个字，古人说一句话，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这个就成了您的这个企业文化。对了，对对对，说了半天这个房地产哈，最关键的一件事都没说，你们也不提醒我啊。就是大连万达这个房地产怎么对待钉子户的啊？18年军旅生涯给他的人生带来哪些改变？就是一开始不要太贪，不是一开始不要贪，嗯，永远不能贪。房地产企业应该怎样改善自身的社会形象？我下面建议您，希望把利润压低一点。请继续收看《小崔说事》。盘龙云海排毒养颜胶囊提示您继续收看小崔说事精彩内容。
排毒养颜胶囊靠质量和疗效连续畅销14年。排毒养颜胶囊打通人体排毒管道，有效治疗便秘、痤疮、色斑，通不治虚，补不流血，让你感受到排毒的畅快与轻松。认准盘龙云海。高，遇到高手了！哇，又是名医。健康聪明，一路领先，名医 with them。冷酸灵净爽系列，冷热酸甜，想吃就吃。或行或停，于弹指间优雅切换，荣威750优雅工商务09款新呈现。千锤百炼，稀释真酿，岁月浓香，华贵品味，五粮液陈酿年份酒，华智酒行荣誉代理。雕琢生活的艺术品 Business 亚振家具。说了半天这个房地产哈，最关键的一件事都没说，你们也不提醒我啊，就是大连万达这个房地产怎么对待钉子户的啊？哎呀，怎么对待钉子户？这个，因为我们以德服人啊，不太好弄，反正。那这个，你真要有钉子户，有的时候德行行，有的时候德行不行的。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从政府手里买地。嗯。政府手里买地，让政府先做这坏人。我们是不会去搞拆迁的。你说的说钉子户，严格的意义上讲呢，应该算是政府拆迁部门的钉子户，当然也算我们的，因为你像我付钱给政府签合同一年，他2年没搞下来，钉子这儿，有的甚至3-5年没搞下来，这样事情都有。可能，是不是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可以把这件事儿和企业的利润并行考虑。就是多考虑一点拆迁户的这个利益，也许事情就能好办一点。那当然，现在应该说最近几年啊，拆迁户的利益保护的要比5年以前要明显的好转。首先取消了强制拆迁，就是你要谈不妥，你可以不走。100户、99户走了，你自己可以不走，不能强制拆除你，而且法院也发了文件，不受理拆迁案件。就是法院不判决，叫你强制搬。所以这个不走也不行啊，不走晚上有人往里扔砖头。哎，对对，那就是非法。对，你说这种，就是非法手段了。对，这个，反正我觉得任何事物两重性吧。就是这个怎么样平衡好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和保证大多数人得的利益。而不是最后有些个别特别能闹的人得了利益，就是这个工作是确实很难做的，因为我们不搞拆迁，政府来搞嘛，这个拆迁也是一个，哎呀，我世界性的难题了。是，我们起码可以开这么个先例，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商量的余地。哎，对，是吧？现在是商量的来。对，跟您谈话特别舒服，我觉得您好像不兜圈子啊，就是特别干练啊。兜圈子干嘛呢？这是不是跟您这个当过兵有关系呢？这个当兵也有关系。14、15岁当兵，当了这个小兵啊，14多岁当兵，当了18年兵，官居团长。这个，好像说您15岁当兵，一入伍就赶上这个强行军。对，不叫强行军，叫。野营拉练，啊，那个1000公里，2000多华里，1000多公里，1000多公里，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对毛泽东奉若神明的年代，我这个69年底一入伍，哈，就赶着毛主席发了一个1124批示，11月24号，批了个示，野营训练好，那个时候讲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过夜，说一说野营训练好妥。不管准备好没准备好，一个星期后全军拉出去。那我们那些当兵在东北，在吉林，那就冰天雪地，没了这个膝盖里生了雪，整一两千人就拉出去走去了。
就出去走，为什么也没想明白，扛着枪背着背包，对，就没想明白为什么要走，反正毛主席说也运气好，就全走出去了。哎，走两个月，然后以后连续走了六年，到最后才取消。每天走多少公里？每天平均走40到50公里吧。15岁的人能走下来？不过那个时候呢，领导倒是蛮照顾我，没让我背大枪，给我配了个手枪，那么这算是一个照顾。再加上反正咬咬牙也顶下来了，反正没掉队。1000公里啊，1000多公里。有没有掉队的呢？没掉队。有没有人掉队？有人掉队，掉队率30%多。嗯，您没有掉队？没掉队，就顶住了，咬牙。其实这才是大连万达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吧？老总能吃苦啊。对对对。而且您还在部队训练出了精明。嗯，精明是部队训练，反正。精明，我就是在部队待着长大的。对对对，我知道怎么练精明。就练精明。主要表现在吃饭上。啊，对对对对。是吧？对对对。大家要抢，你怎么能多抢一碗饭？多抢一碗。给大家传授一下。这个不是我练的精明，我刚当兵，小孩兵。嗯。我的班长呢，这个看我很小。嗯。也挺可怜我，临走的头天晚上，那个部队那个吃饭呢是这样，它是一个茶缸，对，这么一个大茶缸，这么老高，反正饭呢、菜呀、喝水啊、刷牙都是这一个杯子背的，他就看我挺小挺可怜，把我叫来，说我传授你个秘密，但是你一定要承诺啊，不传给别人，说能不能做到？先起誓，我说起誓，好，他说我教你。你先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因为一出去也是大连，大家多是肯定都要抢饭，都围上。他说你围上，他说你先上去盛半缸，你快吃，这样的话你半缸你虽然吃的慢一点小一点，但一定吃的比你前头。你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哈的满奶满一下子，你就真饱了。他这一招你别说，还真是教我这几年吃饱饭。其实这跟做生意一样的，就是一开始不要太贪。对对，你可能生意就能做得大。不是一开始不要贪，永远不能贪，不贪反过来，真的，这是规律，这是我自己在想，而且我也总结我身边的做得大的这些朋友，我还有好几个朋友，也都是做得规模非常大，大家共同有一个规律，企业比较诚信，再一个呢，老总比较大方，不怎么太贪。后来我就想，你越贪。越得不到大的，对，舍可能就能得了，对，就是这样。回答大家的问题吧。那行啊，哪位朋友有话要说？那个美国的那个金融危机起自于他们的房地产，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啊，将吸取什么教训？美国的危机呢？是在于把不能够买房的人扩宽了标准，让他都买房。在以前没有刺激房地产之前，这些叫刺激贷款，就这些人是没有权利买房的，或者买了房在银行信用这个登录上一查，他就不够贷款资格。那么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科技泡沫破裂以后，他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就推动房地产。推动房地产怎么推动呢？就是把所有不能买房的都可以买房，所以一下子有几百万户人去通过刺激贷款，这个贷款利率比较高，但是不需要评估都可以贷，买了这个房子。然后美国政府呢，为了转嫁危机，就把这个贷款叫证券化。如果这个贷款仅仅是200多万套，不会影响美国经济的，他把这个贷款呢放大化，把它证券化，可以放大若干倍，然后卖到世界上各个这个银行、这个投资公司、保险公司。所以这200多万户一不还款，才200多万户不还款，几百亿不到几百亿美金的事情就被放大到现在几万亿，所以全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从而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但中国现在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肯定说不会产生？第一，中国到现在房贷给你贷款的时候是要求30%-20%，那个次贷的时候不需要的，零可以首付也可以贷款，最多可以付5%，这个中国我们控制的比较严。第二呢，我们所有贷款是实物贷款，没有证券化，不能打包，不能转让，不能放大倍数。所以我肯定跟你说，
中国政府这一点管控